你们把你们的手机开成就像它这样子，像个手电筒一样的照亮我们今天的星空好吗？然后用这个星这一点点小小的光芒来祝福，祝福曾经让你伤心的人，也祝福现在的你，因为我们都长大了。我们用更微笑的心，更和解的心来唱这首歌好吗？心跳，爱你怎么了？今夜。
谢谢，谢谢你们如此美好的歌声，让站在舞台上一个人的我如此的不孤单。谢谢，谢谢屏东今天所有每一个听歌的眼睛以及唱歌的美好的声音。我是万芳，我们有缘再相逢。谢谢，谢谢，再次给万芳姐一个热情的掌声，也给我们所有乐手老师一个热情的掌声。谢谢他们哦。在我们今年的屏东三大日音乐节的第一天。